彰化縣埔心鄉有一位專業製作仔的師傅屠明順，他拿兩支仔去中國北京參加全國仔製作交流電視大會，現場71支仔，中台灣只有3支參賽，19位大陸專業演奏家現場演出進行仔的評比，其中有屠明順製作的兩支仔得到東北甲優秀大獎。55年出仔製琴師屠明順造就两支仔到中国北京参加全国仔制作交流电视大会比赛，伊两支仔拢得到铜牌奖甲优选，因为全世界有制作仔的所在只有大陆、香港甲台湾等等，其他的所在就无搁再流行国家。台湾20几年来从来无制琴师得到这个奖项，会当得到这个奖项等于是仔界诺贝尔奖，伊非常的珍惜。另外最难得是屠老师的制作仔技术完全无为大陆而来，完全是靠家己研究出来的。因为我的技术啊，甲我用的材料吼，拢总是咱台湾本土的吼，比如像这白色的牛骨的部分，迄嘛是我拢去甲这个人猪骨肉汤的吼，啊甲伊配合去甲这个牛骨处着。啊，所有用的包括加水啦，啊，包括这制作的工具，这拢是我家己去找出来，啊，工具就是家己做的。所以今日会用得奖，代表讲咱的技术是受到这个二胡的演奏界的肯定。屠老师家己自细汉就学弦啊，因此伫现场伊嘛展现一段。对这个乐器吼有兴趣。啊，伫囡仔时就开始学演奏，但是迄个年代吼，阮差不多伫迄个30-40年以前吼，找无好个乐器通演奏，啊，所以我就开始家己为一寡好个嘛，甲拆开看卖，啊，歹个嘛甲拆开，啊，看伊个构造到底是安怎，啊，拢了解以后，啊，我就要甲即个问题解决。台南的这个国乐团、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现在音乐家刘宇金，在4月份举行现在音乐会，就是使用屠老师的现在。刘宇金讲，屠老师的现在完全有办法做出演奏家介意的音色，演奏家会当介沟通出想要滴的音色，真有人性化技术。他用的料非常的实在，他有会，他进什么料，他会用什么料，然后用的非常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呢，我们想要什么声音，我们可以借由跟他很近距离的讨论，然后去达到我们想要的声音。因为屠老师也会思考说，什么样的比例，琴筒什么样的比例，对我们的音色是最好的。现在整体结局，屠老师的手工一点啊都未清彩，伊讲豆豆做才会当做出一支好的弦啊。新中华新闻黄俊怀播新采访报道。